有冇谂过 high tea 之余，仲可以学整埋甜品呢？最近尖沙咀呢间酒店，除咗可以叹三层高嘅下午茶之外，仲可以跟师傅学整甜品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一齐嚟体验下啦！完成啦！食完下午茶，再自己整埋梳芙里，唔知道味道系点嘅咧？橙汁嘅味道好浓郁啊！食完下午茶又打完卡，自己再整埋梳芙里，真系一举两得啦！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嚟试一下啦～